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在之前的视频里跟大家分享过，在我们的家里有一台 HomePod 和四台 HomePod 的迷你，除了听音乐，它还承担了我们不同房间联络员的作用。所有人下来吃饭了，下来吃饭了。而现在他们又迎来了两个新伙伴，就是全新的 HomePod， 一个是午夜色，一个是白色。我把它们放到客厅里面组成立体声，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边听音乐一边来聊一聊新款 HomePod。HomePod 在外观设计上跟旧款是相似的，外围是无缝透声织网，顶部呢有背光触控板，全身只有一个可拔插的电源接口。虽然说这个编制的外观还是非常容易脏，并且也不太好清理，但是它有一个值得拿出来表扬的地方。新款 HomePod 的午夜色和白色织网都采用再生材料制作，产品内部扬声器磁体、印刷电路板的电镀层以及外包装都有考虑到环保。有一说一，在碳中和这块人家做的确实到位，讲环保人家是认真的。那这次的新品变化在哪里呢？主要是内部结构经过了重新设计，搭载 S7 芯片，内置温湿度传感器，配备了 UE 芯片，支持 Menta 协议以及空间音频等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低音方面是有高振幅低音单元和低音均衡器麦克风，高音方面是五个波束成型高音单元组成的阵列。自动空间感应技术加上计算音频，可以让 HomePod 根据摆放位置自动调整。四麦克风阵列负责在各种环境下听清你的语音指令。哎，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老款 HomePod 是配备7个高音单元、6个声音麦克风，支持 WiFi 5网络，而新款 HomePod 则是配备5个高音单元、4个麦克风，支持 WiFi 4网络。其实在发布的时候我跟大家有一样的疑惑，不是新品吗？怎么还 WiFi 4呢？高音单元跟麦克风数量怎么还减了呢？那音质会不会有影响呢？所以呢，拿到它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把我老的 HomePod 拿过来一起来对比一下，大家来一起听一听啊，欢迎大家一边听一边给他们打分，看看能不能听出来差别，以及你觉得新款跟老款的音质上有什么不同吗？几首不同风格的歌曲会发现啊，两个的听感的确不同，而且啊，相同都是50%的音量，一代的声量更大，它的低音呢显得更重，甚至有点轰头的感觉，听这种 DJ 舞曲类很是带感。二代整体听感呢会更加轻盈柔和，低音的落点会更清晰，中高音会更清透，它的层次感会更丰富，所以二者的调教方式的风格上有点不同，一代会更加厚重，二代会更加轻盈。那你们会更喜欢哪一种风格呢？弹幕打出来。那另外呢，其实作为新款呢，我比较喜欢的还是把它们组成立体声来听，因为立体声带来的那个感觉就真的是非常的香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啊，新款的 HomePod 是没有办法跟老款的 HomePod 组成立体声的，也就是说你要么是俩老款，要么是俩新款，哎，是吧？这个怎么评价这件事情呢？主观原因啊，咱们都觉得说，哎呀，又是他们的策略，对吧？让你只能买新的。那其实从技术层面来分析呢，是因为新款跟老款它的芯片不同，内部结构不同，那其实硬要把它们组立体声反而会影响立体声的效果。而 Apple 的调性我们都知道的嘛，我就给你最好的选择，根本不让你纠结。所以呢，如果你想组立体声，我个人也是比较推荐两款新的 HomePod 的。除了内部构造，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在芯片上，老款 HomePod 用的是 iPhone 6同款的 A8 芯片，
而新款 HomePod 用的是 Apple Watch Series 7同款的 S7 芯片，那芯片性能显然是提升了，可以在操作 Siri、 调整声音响度、动态范围、连接家居方面有更快速和流畅的响应。同时它现在也配备了温度和湿度感应功能，甚至它可以识别烟雾和一氧化碳的警报声，然后给你推送通知。好，当然这个功能我希望大家都用不上。这还不够啊，它这次还增加了对 Meta 连接标准的支持，这也意味着 HomePod 可以连接更多第三方厂商的智能家居产品。由此可见，非常的明显，从停产之后再回来， HomePod 它并没有去主攻音质的进一步提升，这次的大部分更新全部都是围绕着智能家居相关，所以它的定位自始终就没有变过，它要做的就是那个智能家庭中枢，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音质也很好。那所以如果你跳出来来看这款产品，它的特点是啥，就是它比普通的智能音箱音质更好，它又比专业的音箱设备呢更加智能。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说它的音质不如专业的音响设备，同时呢它又比别的智能音箱更贵。那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它没有完美的产品，没有满足所有人的产品，只有适合不适合。那么它适合哪一类的人群？我认为它的目标人群一直非常清晰，第一，你得是苹果用户吧，并且啊你喜欢听音乐，需要一个智能音箱来播放音乐，那么它绝对就是最适合苹果用户的音箱产品了。首先它支持 UE 芯片，手机只需要靠近它就会自动弹出个性化的建议和歌曲推荐，而我手机上正在播放的音乐轻松的就可以流转过去。 Apple Music 上的音乐质量不必多说，那如果你有两个 HomePod 组成立体声，那体验就是加倍。那如果你像我们一样拥有很多个房间，你可以分开放在不同的房间里，它们可以同时播放相同的音乐，也可以分别播放不同的音乐，同时呢你还可以给你的手机或者别的房间有 HomePod 发广播。Hey Siri， 发广播告诉大家下来开会。下来开会。那如果你家中还有一些智能家居的设备， HomePod 还可以成为智能中枢去控制你的家。所以针对这部分人群来说，你仔细寻思，在市面上它也没别的可选啊，它就只能选 HomePod。但是呢 ，HomePod 里面呢，可能唯一的因素就是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贵。那针对这部分用户呢，我其实比较建议的啊，如果你对于音质是有要求的，那你在这个普通之上还是希望说能够有更好的音质，那你可以选 HomePod 的。但是如果你其实就是听个音乐啊，有这个氛围感，那其实 HomePod Mini 大家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很多的功能它都有，然后色彩选择也更加丰富，同时呢智能家居它也是可以联动的，其实也是蛮香的。所以呢购买建议就是，如果你不符合前面说的这些用户需求跟诉求，那就别买啊，挺贵的。但如果你符合这些需求，那价格你能接受，你就买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值得入的产品。那如果你觉得价格有点贵，但是我又想要，那 HomePod Mini 可以作为你的第二个选择。那最后来说呢，其实无论大家选择哪一款，甚至是不是 Apple 的 HomePod， 那我也建议大家家中是要有一个智能音箱的，因为智能化就不说了，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智能家居，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语音交互让它来帮我们辅助完成一些生活中的需求。另外更重要的是，音乐本身我觉得是家庭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需要音乐来治愈我们，无论是我们一个人独处晒晒太阳喝咖啡看看书，还是说我们跟亲朋好友一起欢聚的团圆时光，甚至是说我们下班累了一天回到家中往床上那么一躺，如果你有一个智能音箱，你就可以说 Hey Siri， 来点音乐听听。好的，这就播放专为你挑选的电台。